是。我那个他妈那个，他的木老大公叫叫他开个市里面，他拉个市里面干嘛嘛？还有啊。干嘛？我问我在拍视频，你在拍视频，我是跟你讲质量问题，你要拍视频。哎呀，你看，如果是我认识的话，他妈的，我叫你拉回去返工，你敢不返工吗？我知道，啊、等一下吧，你这我拍视频啊，我操，还把声音拍进去了。说你们都不重视质量啊，这是个问题啊，是吧？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有鬼龙的地方就搞出来，没鬼龙的地方全部脱掉。哥哥。这样不好玩，人家跟你玩死，知道吗？